有没有多做一下动作、啊、来看看哦，这个小吊球踢得很不错，起脚射门 Go！ 哇哦，刚才特别提到小森右贵的擦散有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啊，那么看到这一球来讲，礼貌前面的那个进攻做的那一个小吊球啊，其实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娴熟到位啊。小森右贵先帮助台中浮屠罗先取得第一颗的进球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前面啊的礼貌先做给了江浩伦之后啊，江浩伦并没有说选择弹弓直接起脚射门了、啊，反而是把机会做给重获插上这个射门的位置空间。